秦帝国第五部，《铁血文明》第八章，《失财王位》。王奔散乱着长发，光绑着，裹着一领大布袍，也顾不得去梳洗，只怔怔地盯着蒙毅，呼噜噜吃喝，看得张口的司马想笑不敢笑，想说不敢说，想走又不敢走，只满脸通红。好容易，蒙毅全数清扫了两份战饭，抬起头来。 王奔还是直愣愣盯着。秦王有令。蒙毅板着脸淡淡一句：“如何？”王奔黑着脸：“若捕获韩王断成之流，丽莎以祭武安君。”“娘呀！见王奔低呼一声，瘫坐在地，蒙毅高兴的大笑不止。王奔忽的爬起来，抓住蒙毅便打，蒙毅只顾捂着头大笑不止。王奔打的几下。 松开手，喘息一声，两人这才开始正经说事。王奔说：“妖姑的提醒，还真是搅扰得他一夜没有睡好，只担心秦王果然生变。”孟依说：“秦王最有担待，发出的王命，说出的话，从来没有变过。”王奔说：“既然如此，秦王为何要再下一次书？”孟依说：“秦王自己不变，可别人担心秦王变。” 秦王又担心臣下担心自己变，于是有了这第二道下书。王奔说：“世上本无事，都是人多心。”孟毅说：“对也。”秦王也说了：“君臣相知，千古难。除了孝公商君，只怕我等君臣也得揣摩着对方行事了。”王奔不禁一叹：“难，烦。”孟毅笑说：“不难不烦，只要各依法度做事。”这是秦王说的。 两人说的一时，去姚谷军帐会商。姚谷得知秦王下书，感慨中来，连呼惭愧惭愧，受教受教。于是，一番筹划部署，三日后在狼山的武安君祠，以秦王名义搭祭武安君白起，在祭台前杀了韩王安与乱军主将段成，韩乱之事至此遂宣告平定。即至王奔部回师南下。 到野王大河渡口，长史李斯又飞车赶到了。李斯此来是奉秦王之命，会商对魏国战事。李斯先行叙说了咸阳会商情形。秦王咸阳朝会，大臣们都已经赞同了王贲的连续对魏国用兵的方略，然大臣们也都担心王贲五万兵力不足，提出了三则对策：一是等待灭燕大军南下。 二是调救援蒙恬军南下，三是调陇西军东来。秦王始终没有可否之见，只叫李斯做特使，与王奔姚古会商后再定。长史揣摩，秦王究竟何意？姚古皱着眉头问：“秦王之意，战场用兵几多？大将最有言权。”李斯说的明白不过。 少将军之见，五万兵力如何？姚古又问。大人只给我一个评判，魏国还有多少兵力？王奔反问一句。二十万余。姚古直司中原邦交探查，没有丝毫犹豫。如此，我部兵马足矣。王奔笃定拍案。李斯良久默然，末了道。 就近一区有蒙武老将军五万兵马，少将军，你可为用。王奔答曰：“蒙老将军兵马同时秦军，自然要用。我一是说，不需再从燕地、九原、陇西三处远途调兵。我有十万锐士，还有姚古大人帮交周旋为助，一战灭魏有成算。如此，少将军，请接王叔。谁也没有想到。” 李斯随带秦王王叔，不禁惊讶。李斯说：“秦王明白交代，若王奔在平定韩乱之后灭魏，依然胸有成算，当立即宣示王命，进入战事筹划，无需反复请命会商。故此有书命随带。”王奔肃然起身一躬，双手接过王叔展开，只有寥寥数语：“秦王特命，王奔为将，统领灭魏之战。” 山东秦军，各郡县须一体听其调遣。王贲读罢，思忖片刻，双手将王书捧给了姚古，并吩咐司马摆上简单的军宴，为李斯洗尘。饮得两绝，王贲起身离座，向李斯、姚古分别深深一躬道：“灭魏之战，关涉甚多，两位前辈教我。”李斯、姚古尽皆大笑。 李斯不禁感慨道：“少将军胸襟，有乃父之风也。”姚固笑道：“老夫倒是以为，少将军襟怀有如乃父，战场之才，有过乃父也。”言语一是老父亲，王奔便大显局促，摇着头，红着脸，只向两人再度以躬求教。李斯道：“战场行兵之事，老夫无以知会。” 微问少将军一句：对魏之战，欲大张旗鼓乎？欲不动声色乎？见王奔肃然思忖，李斯又道：大张旗鼓者，公然开兵，直逼国境；若灭韩赵燕三国之战也；不动声色者，不下战书，不公然进兵。此可说，几类商军收复河西之战也。 姚古拍案道：“张之所言颇具深意，魏国情势确有这两端选择。”王奔道：“大人以为魏国情势多有诡异？”姚古道：“然也，我军平定寒乱，分明拿到了魏国古荡寒乱之凭据。魏国君臣心知肚明，可硬是不声不响，佯作无事，依据邦交成立。” 魏国已经向秦国称臣多年，此事不能没有个说法，然则他偏没有，如此情形大为反常，我军当真得审慎行事。王奔边听边思忖，末了一拱手道：“两位大人言之有理，灭魏战事当秘密筹划，不宜大张旗鼓。”李斯、摇鼓立即拍案赞同，之后李斯思忖道。 灭魏战法，少将军可有谋划？王奔开人道：“末将一直揣摩灭魏，容当后告。”三人大笑一阵，直引到暮色方散。当夜，李斯西去，姚谷北上，王奔大军开始了不动声色的秘密部署。《大秦帝国》第五部，《铁血文明》第八章。 至三，侃侃伐檀溪，置之何之干溪。这日，大梁将军突兀接到王命，魏王要夜巡城防，需提前一个时辰闭关。第一次，素称夜不关城的大梁，在暮色时分隆隆关闭了城门，城外宽阔的护城河上的几座大石桥，也被铁栅封闭了。 如同小城池收起了窄窄护城河上的铁索吊桥，虽然这是古老而不再具有实战效用的城防传统，然作为尊奉王命的闭关城市，这个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传统却是必须遵守的。于是，已经没有了那种可以哗啷啷拉上放下的吊桥的大梁。 坡里用铁栅封闭了四座城门外的宽阔石桥，算作了收起吊桥这道城市，否则，大梁将军对讲究颇大的魏王无法复命。于是，也是第一次，夜幕降临时，大梁城没有了内外相连的灯火河流，只有城头的军灯闪烁在茫茫平原，恍若夜空稀疏的星星。曾几何时。 大梁城风华富庶，独步天下，与齐国临淄、秦国咸阳、赵国邯郸并称天下四大都会。四都之中，若论真正的商贾汇聚、百工云集、使人流聚、物流畅通，还得说以大梁居首。因为，齐国临淄毕竟偏处滨海之遥，士农工商或望而却步，或鞭长莫及。 诸般气象与大梁相比，稍显单薄。赵国邯郸虽为战国中期的后起大都，盛则盛矣，却多以大河之北的胡商、燕商以及天下人侠所向往。处其人士与治学之士，则较少涉足。蓬勃之中，便少了些许郁郁乎文哉的气象。诗人所言“至胜于文”，此之谓也。 秦国咸阳大出天下，自不待言。然终因与山东六国恩怨纠结，又因律法甚严，人流物流终归受了诸多限制。于是乎，与邯郸类似，少了一些令人心醉的文明风华神韵。唯独大梁，地处茫茫无垠的大平原，濒临大河，而居天下复兴，水路宽阔，官道交织。 车马舟步，样样快捷；衣食住行，渐渐方便。浮躁云集，人物汇聚，蓬蓬勃勃而成枢纽之地。战国初期，大梁尚未成为魏国都城，已经是中原地带财货集散的工商重镇了。及至魏惠王时期，筹划迁都，历经数十年营建扩展。于秦国夺取河西之地后，正式迁都大梁。 这座重镇遂以令人炫目的气势迅速崛起为天下第一大都会。当年苏秦对大梁的说法是：“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矣，无以异于三军之众。”也就是说，车马人流多的如同大军行进。张仪对大梁的说法是：“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符凑。 吾有名山大川之祖，从臣至良，马知人驱，不待卷而治良，可见其交通便捷。但是，作为魏国都城的大梁，其特异不仅仅在于繁华便捷，而在于一种独有的神韵。它包容接纳了天下各色人物与列国滚滚财货，能够为任何行业提供最为广阔的天地。 能使各色人等最为自由的选择自己的出路，弥漫出一种战国独有的奔放张扬与自由进退精神。也就是说，特立独行的自由挥洒，绝不仅仅是一种世人精神，而是一种弥漫天下、更聚集在大梁的人民风貌。使人言林淄云：“家敦而富。” 至高而扬，究其实，大梁之谓也。唯其如此，当魏惠王、魏襄王,王、魏昭王三代近百年，大梁始终是天下商旅百工的首选之地，是世人游学的神圣殿堂，是天下邦交角力的最大战场。历数战国名士，没有在魏国游学而能成为大家者，即如？ 白乌鸦一般罕见，反过来，人流物流竞相汇聚，又大大的刺激了大梁的工商百业。那时的大梁，商社作坊、鳞次栉比，名士学馆比比皆是，酒肆客栈遍地林立，珠宝皮毛、盐铁兵器、丝绸车马，汪洋自肆。天时地利人和聚解交汇，大梁连仔细回味都来不及。 变成了天下垂涎的首富大都，烁烁齐华兮，煌煌大梁。魏王，大梁金城汤池，秦人奈何哉？冷清空旷的长街上，魏王甲与左丞相师臣的对话飘荡在辚辚车声中。午后时分，魏甲正在与最心爱的几只猛犬嬉闹，太子右丞相魏赤匆匆前来。 禀报了一则秘密消息：秦军王奔部已经平定了韩乱，于三日前班师回到了颍川郡的河谷驻地，有可能筹划攻魏。魏家思忖片刻，立即召来左丞相师承及大梁将军、河外将军会商。会商议题有两个：其一，如何就韩乱事对秦国说话；其二，秦军王奔部会不会攻魏？ 会商一个多时辰，大臣将军们一致认同了魏王贾的两则决断：其一，寒乱之事，秉承既往说法，咬定魏国从未参与支持韩国救世族，因此对秦不需回复，以免自招怀疑；其二，无论王奔是否攻魏，都要未雨绸缪，秘密向大梁调遣军马，并立即增强大梁城防，今夜立即巡视大梁城防。 也是魏王当殿决断的，为此，大臣将军们很是赞颂了一阵魏王的深彻洞察，能如此快捷地做出决断，并得到大臣们如此拥戴，魏王甲很为自己的用人之道及幕下的庙堂权力框架欣然自慰。自魏武侯之后，魏国几曾有过如此同心协力之庙堂，忠心魏国，舍我其谁？ 要解得魏家心绪，先得说说魏国幕下的庙堂人物。自迁都大梁，魏国国势不可阻挡的日渐衰落，与大梁都城的蓬勃风华之势形成不可思议的落差。其中奥秘，魏国人不解，天下人更不解，于是生出了种种议论评判。其中最令天下诟病者，是魏国的人才流失。 自魏武侯死至穆下魏家即位，魏国历经惠王五十一年，襄王二十四年，昭王二十年，安黎王三十五年，景敏王十六年，共五世一百四十余年。这一百余年中，从魏国走出的名将、名相、名臣、名士，举不胜数，尤其是秦国名相、名臣。 几乎有八九成来自魏国。与此形成反差的是，除了一个信陵君，魏国在百余年中没有出过一个名将、一个名相。于是，天下虽有了“魏才人用”之口碑，尽管魏国几代君王都不认这个口碑，可人才依旧在流失，魏国依旧没有当国栋梁。魏家即位，很为这一口碑懊恼。 学艺搜求贤才，中兴魏国。魏贾聪明好学，冥思苦想的归总出了魏国衰落的两则弊端：其一，用人不当；虽然魏贾很不情愿承认这个弊端，但终归是天下公义，魏贾还是认了。后来，魏贾的这一胸襟很是被大臣们颂扬了一阵子。其二，权臣太重，使魏国庙堂不能有效决策。 魏王决断每每受阻，魏贾熟悉国史，认定君臣受压的最大前车之鉴是曾祖父魏昭王的少子信陵君权势过重的恶例。山东六国都对这个信陵君赞赏崇敬有加，自认学问有成的魏贾却以为信陵君盗窃兵符、击杀大将、擅自调动大军救援赵国。 这是三桩等同于叛乱的大罪，在任何邦国都是不能不严刑处置的。可在魏国，居然能重新接纳信陵君返国，并再次当权领政，祖父安黎王，当真不可思议！天下人因此而抨击魏国不纳人才，同样不可思议。基于此等深思熟虑，魏下认定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根本。 无论多大的贤才，都不能对魏王的权位构成胁迫，否则不是真正的贤才。为此，必得谨慎遴选贤才，必得妥善构架庙堂权力。庙堂权力，除了国君，第一个位置自然是丞相。本期的大秦帝国。 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